年40岁嘅张柏芝同前夫谢霆锋育有两个仔仔 Lucas 同埋 Quintus。2018年11月，佢再诞下三子 Marcus， 但至今都仍然未公开生父嘅身份。而喺旧年，佢曾经宣布封土停山。不过近日又再次传出怀孕嘅消息，而早前有网民喺街市遇到张柏芝，又影低影片。当时佢喺度录制紧内地综艺节目，着住粉紫色上衣嘅柏芝腹部明显凸起，因而又再传出大肚传闻。柏芝曾经解释肚腩大，只系因为佢着嘅裤头好大，所以先至有凸肚嘅效果。而今日内地就有传媒报道，柏芝喺北京拍广告，由相中就可见着住白色连身裙嘅佢腹部隆起，人味甚浓。加上日前佢喺上海为时装品牌行 show， 当时佢着住厚厚嘅衫去遮肚，喺社交网分享同内地艺人吉克俊日合照嘅时候，亦都只系影上半身，再次引嚟网民揣测。佢怀有第四胎啊！